轨迹画亮了庞大的古建筑，也连接了台湾这座岛屿的古迹。希望这个光明守护台湾，给予台湾祝福与希望。来自台湾山林的山中传奇悠人神鼓，与在地居民联动国小布衣鼓队以及金瓜石社区吉鼓队，在世界各国演出上千场，获得国际的好评。掌声欢迎悠人神鼓光明海岛。春夏秋冬，冬天风八月十五，庆欢宜。首先，由代表台湾的长者、大人、甲囡仔，行向快乐可爱的未来。消灾解厄。
Thank you.
小 ending 来，顺便就帮我按个赞，要记得订阅我，还有红点。流星海点点咯，咱来奉请神龙大帝，为着世界和平，咱来奉请玉皇大帝，为着大都使命，咱来奉请普贤观世天尊。他请了很多知名的 YouTuber 过来，神龙大帝啊，也是天神啊。不然小胡会想回家了。有没有看？等下将要念到九面哦。你是在听他讲？为了显恶因果，奶奶奉请仙王。九面的话，为了众魂脱海。Thank you.
好，传送器，你还在录啊？